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C 暴龙。那么今天呢，给你们重新录制这首歌，它的名字叫做《还有谁》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吧。今天嗓子呢虽然有点哑，但是呢，喊麦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啊、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吧。我是一个奋斗中的小男孩，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一起快乐的玩耍，交个朋友啥的啊。我的梦想很简单，带着我们家人一起走上幸福吧。兄弟，你有这理想吗？支持一下我吧，交个朋友。麦麦直播间243642。来吧，把这样一首喊麦送给你，咱们不啰嗦了啊。阿达阿达的高腿不太好，龙哥几月没洗澡，身上的味儿有点大，自己闻到都黑化，低头就走高富帅，有外有钱还有派，比以前我就耍赖，爱着酒店蹭 WiFi， 这酒屋我笑呵呵，哪怕能把这我家，你要打破我的双墙，趴在地上哭着喊娘，不给钱我绝对不走，不管你三千我就走，性本善，山河不干就敢卖，推翻黄土必发下，倚天屠龙归三下，清风扫眉心中照，还算两个好样，我是警察的我怕谁，卖个黄土大铁锤，谁要不知好不费，晚上玻璃全敲碎，七打一黄小铁，这边谁不黑手爷，摸鸡摸狗啥都干，酒吧门口去打赏，跑没眼去口上，大狼跑没了擦泡尿，街道显然不走道，上去就让我电话告，微信找 MC 暴龙，希望能够给你交个朋友。Thank you。